每周六听《工商时报》市场观测站，掌握国际财经趋势。大家好，我是《工商时报》陈碧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产业研究当中，含金量最高、影响力最大、门槛也最高的医疗生技，我们今天欢迎来宾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Tony。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纯 Tony。Tony， 谢谢您今天来帮我们上一个最难的课。是，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医疗生技、生技医疗啊，这个部分在政治上面其实是被凸显，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怎么会这样。就是我每一次在看政治人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吃一点什么来更有力这样。因为对，没错没错，尤其是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两位候选人，其实让我们都关注到了这个所谓高龄化医疗的一个需求。 对，所以医疗生技类股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例如说像美国总统大选年，其实也在过去像2016年的时候都是被讨论的重点。那但是在今年相对来讲，它并不是两位候选人主打的这个焦点之一。政策，对对对，但这不代表说它不重要，因为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白宫它发表了就是18项的重要的国家科技的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针、重点产业。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就是医疗生技产业，还相关的一些医疗像是基因重组的这些相关的医学的一些发展。对，所以我们说医疗生技啊，它其实它的门槛高是在于说，就算科学家已经发明出来这些可以治疗的，可是并不表示它真的可以拿来治疗，对不对？是，而且它还有一个专利的问题，就是专利过期之后，相对来讲会有很多的学名药厂会进场去做一个仿效。好，那会让整个药价相对来讲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应该说普及化。好，但是这对于这一些之前拥有专利的药厂，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就说啊，像就是如果我们一讲到财务，其实就会跟金融市场有关，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啊，如果我们现在看到医疗生技业，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被我们注意到，或是他们会跟我们周遭相似知道的东西，就是可能是政府给他们的补贴，是没错，对不对？就像我们都很知道，是不是健保？那医生就会跟你说，哦，这是健保药哦，比较没有效，或者要自费，要自费。对，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看到医疗生技产业里面政府在这个产业上面支持的力量，然后它因为它还是毕竟它是一个全民的一个照顾嘛，对，是。所以那我们看到，那如果说我们知道 Tony 您有帮我们分析，就是如果贺锦丽他在这次选举上面他比较有胜选的几率的话，是，那我们需要去认识他的这个医疗生技的政策，或是他的 Medicare 这些政策吗？是，其实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认为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哦，那对于医疗生技的一些看法。那不管这两位当选人这两位候选人最后谁当选，那总体的医疗支出，好，美国的总体医疗支出或是全球的医疗支出一定都是 会持续提升。好，这个这一点我们在包括像美国它的总医疗支出已经占 GDP 超过 10% 了。那只是川普跟贺锦丽他们两个人当选，可能对于公部门跟私部门要负担的这个比重是比较不一样的。我们先讲贺锦丽好了。那贺锦丽他其实就是主打的就是平价医疗法案，还有这个所谓的欧济健保。那相对来讲它会让整个公部门的这个医疗支出会持续的去增加。好，那但是川普的话相对来讲就比较不一样，那它会让医疗支出总体的这个支出的速度不会这么快，那而且它会让这个私部门，也就是说一般人民会要需要负担的自付额的部分相对来讲比重会比较大。那而且川普的政策它是会现在它是希望说在医疗保险，它不会去完全的废除医疗保险，但是它希望在医疗保险当中让这些药厂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制定的能力、自驾的一个能力哦。那这可能对于药厂相对来讲是有利的。那再来就是川普的金融政策相对来讲是它是建议金融要松绑的，所以这对于医疗的一些并购的一些题材，相对来讲这些药厂他们必须要去补足他们的产品线，相对来讲这个会是股价上面的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点。
所以 Tony， 如果你讲到股价，这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谈医疗生技，除了救我们的命之外，其实最重要就是它在金融市场里面，它也是一个我们看台湾都在看半导体，在看资讯产业，可是很多的市场，比如像欧洲，比如像你们在的瑞士，是，其实这个医疗生技产业是很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那它在这个我们看上半年是全球股市都很好嘛，除了中国之外，那我们看到那七八月都在震荡，那医疗生技产业它在上半年这一段时间它怎么走？好，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在七八月的时候，类股轮动的时候，医疗类股有成为一个受惠资金涌入的一个题材。那我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长久以来观察医疗生技类股它的一个特性哦，基本上会有三个特性啊，然后会有两个迷思，我这边跟大家分享哦。那首先第一个特性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长期具有成长题材的一个这个类股的一个板块。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五年的一个生技产业的一个跟大盘的一个比较，那如相对来讲它是优于大盘的。那另外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得更长，超过20年，基本上这个数据会有一个更明显的一个差别。那所以简单来讲，第一个它的一个特性就是它是一个长期具成长题材的一个这个板块。那背后推动的因素当然就是我们长期的高龄化，还有整个这个所谓中产阶级他们的一些医疗需求的一些增加。那这是第一个特性哦。那第二个特性，其实我们从下一张图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是市场震荡时候的一个良药。怎么说呢？在市场大盘下跌的时候，好，包括2008年、2011年、2015年、2018年、2022年这些年份，让很多股民们都非常心碎。但是医疗生技类股它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大盘强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逆势上涨。好像最近这一次的2022年，其实是这个医疗生技类股它是其实是有一个蛮明显的一个抗跌的一个这个情况。那甚至我们也发现到，就是在整个经济开始有下行的一个动能的时候，医疗生技类股是一个真的表现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一个题材。所以第二个它就是应该说是防御型的良药。好，第三个，这一个类股它这个在这个板块里面股票的好坏差异非常非常大。好，差异非常非常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会需要去可能可以考虑用主动式的共同基金的方式去投资，因为相对来讲会比较有一个有经验的一个团队帮你去做一些相对来讲包括临床啦商业化啦，或是投资组合建构的一些这个这些策略，好，或去管理。那我们讲了三个这个特性之后，我们来讲两个迷思。好，第一个迷思呢是大家都会觉得总统大选年医疗生技股表现会比较差，对，那大家可能都停留在2016年，川普跟这个希拉蕊他们两个人狂打药价，那一年医疗生技股表现特别非常差。但是就我们长期的一个研究下来，我们发现到说，其实总统大选年跟医疗生技类股的表现并没有相对的很显著的一个谁好谁坏，那只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它的波动当然会比较明显一点。好，那波动明显的话，套一句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第一个特性，就是医疗生技类股它其实是一个适合长期投资的一个题材。好，所以长期投资那都遇上波动，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场点。好，那这是第一个迷思，总统大选年很容易下跌，不一定。第二个迷思呢是相对来讲，大家觉得股票市场初级市场就是所谓的 IPO 初次申请上市的这个数量如果越多的话，会激励整个医疗生技类股的表现，其实不一定。好，我们长期的一个研究发现没有很明显的一个显著的一个正相关。好，所以这两个迷思就是代表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有波动，像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具题材的一个产业是非常适合大家做长期布局的。所以我们就这样说嘛，就是很多人也都会说啊，我们应该在哪一个月去买生技股啊，或是我们会看到医疗的哪一家公司的它的基金，它在基金的成分里面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
我们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其实真的会觉得医疗生技其实是一个相对门槛真的高，我刚刚在讲这件事情就在这样，是可是他大家又一方面又觉得说这个医疗生技其实就是救我们自己的命嘛，是对不对？今天我们投资一家药厂，这个药厂它因为这个财务上它公开募资比较顺利，它也可以继续研发，那谁知道这个药以后是不是刚好我们就需要用。对，所以谢谢 Tony 告诉我们这个两个三个重要的事情跟两个迷失，是无论如何这个医疗生技财你就是要看长远，是是。那如果我这样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参与这个部分，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哪一些比较基础要去认识这个医疗生技产业这样的一个在金融市场里面的结构？好的，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医疗产业，或者是这个医疗产业最终的产品可能是医疗服务或者是这个药品。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把焦点放在药品。那这个药品的话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这个生物药，就是专利药，另外一种叫做学名药。那这个生物药呢，通常它就大数法则来讲，它一般需要花10年的时间才会有，对，才会去在上市前去做一些所谓的申请啊、临床实验啦、啊，这可能要花10年。十年平均的成本是15亿美元，那获得申请上市之后，它的专利有20年，所以10、15、20，这样大家比较好记。嗯，好，那这一些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就是医疗生技类的这个所谓的先进制程了。好，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学名药。好，那学名药厂就是当这些专利药过期之后，好，那他会去公开这个专利药它的一些成分，让这些学名药厂可以用这个化学成分去做一个合成，达到相同的一个疗效。那这个时候对于原本拥有专利的这个生物药厂就会比较头痛，如果他的一个原本的生物药是很简单被仿效的，这个时候他就会遇到所谓的这个专利悬崖。好，专利悬崖，那专利悬崖这些这个学名药厂会用20%的价格去抢市占率，那而且它可以做出例如说口服药，它这个成本比较低，而且公部门比较喜欢用这些学名药，因为成本比较低嘛。那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专利药厂他们就必须要去做一些动作，如果这没做好的话可能要裁员，可能要去关闭实验室。那但是这些大型的生技药厂他们通常相对来讲手中有银弹嘛，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财务操作。好，那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并购，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并购市场其实对于这个医疗生技类股来讲是很重要的，那他们可以去做这个异业结盟，那他们可以去做授权金跟 中小型的药厂，我们达成一个这个鱼帮水水帮鱼啦。好，所以我的重点其实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你投资的这个药厂它有没有面临到专利悬崖的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药厂我的这个专长它在这个领域上面竞争者多不多，拥不拥挤。好，例如说某些癌症的药品或者是肿瘤免疫学的药品，它其实相对来讲市场参与者很多，而且这些大型药厂其实直接用并购就可以进入市场了。那我们像我们我就会举个例子，有一间在美国非常有名的这个做减肥药的药厂，它市值之前曾经超过8000亿美元。对，我一开始还认为它有可能超过1兆美元了，但是被巴菲特的公司先超越了。那这一间公司它比较特别的就是它对于这个减肥药，那又或者是阿兹海默症，之前拜登在选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它有这个阿兹海默症的问题嘛，那它在这两个领域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强的，那它的一个竞争者比较少。那其他它像它的其他的领域像是止痛，好，我们常常都要服止痛药，这个市场，那或者是听力丧失，它在这些强项相对来讲，它的这个竞争者是比较少的。那我们也会认为说，我们去选股的时候，去看清楚这个药厂它的一个强项在哪里。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财务指标，就是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本益比嘛，很简单的就直接去用本益比做投资，但是药厂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去看它的这个所谓的研发成本 R&D 的这个费用，去除以它的这个所谓的销售的一个金额。好，就是我每销售1块钱的药品，我的营收我能够投入到未来去 R&D 研发，为我公司带来未来成本的一个机会，
它的这个比重是多少，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去观察这个所谓的一个医疗生技类股，如果你要单一投资个股的话，会是要去比较去着重的一个这个财务指标。所以 Tony 你刚刚在讲就是说不管 这几家公司啊，它的竞争者就是说有没有在市场上它有竞争的能力这件事情，其实这有点类似我们在台湾看这个半导体产业里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护国神山，就是它很厉害，它就是一个就是打遍我们所有的其他的厂商都要依附着它嘛。是，所以在生技产业它也是这个样子，它也是有这个样子。其实生技产业跟这个科技产业很多的地方是蛮相像的，第一个例如说像去年好，大家都很想要买到三个东西好，第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GPU 的晶片，第二个东西叫做减肥药，第三个就是演唱会的票嘛，这三个东西一样很抢手。所以我要强调的是就是它的一个需求度目前还是明显大于供给的。那再来这两个产业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例如说像他们有一个群聚性，他们都会在医疗园区这个科学园区设厂，那因为他们都需要一些人才嘛，产官学的合作嘛。那再来就是像之前大家六月份都会去看这个 Computex， 那生技类股最大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招牌就是医疗生技年会，那在这当中当然也会去更新一些所谓的医疗技术的一些发展。其实这两个产业是非常非常相像的，那他们同样也都有一些这个所谓可以去制定价格的一些能力。Tony， 那您刚刚说这个这一年来大家要抢的这三个东西，我从后面讲演唱会的票，那第二个是我们说的减肥药，第一个 GPU， 那这个就跟 AI 有关咯。是，那生技产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跟 AI 要用到吗？生技产业跟 AI，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当然有很多是跟 AI 可以去做连结的。那这个生技跟 AI， 就是或者是医疗产业跟 AI， 它其实他们如果做连结的话，其实是有助于整个医疗的普及化，那甚至是更有帮助，就是浪费减少浪费。我觉得这是对目前整个医疗负担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因为整个生技药或是生技医疗，它的整个产品周期很长，那它所要牵扯的层面也比较多。好，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在跟这个所谓的医疗生技结合上面，它会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对，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比如说生成式 AI， 它可以帮忙解读一些我们看到的病例，是对，那这样子对我们在产出这个需要治疗的一个可能时间就节省，就像 Tony 说的，可能我们可以节省一些我们原来还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出来的答案，是是，对，那我也相信啦，因为这个您刚刚讲，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就是研发这个预算这个部分，它占它行销的这个比例。是。那如果他真的愿意投入，然后他也知道，就是说，哎，这个 AI 现在一直导进来，那对这家自己本身公司的强项，他可以如何去强化？这也是不是我们接下来要去观察？说，哎，可能某一些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中型的一个药厂，可是他 announce 的一些他在 AI 上面的运用，那可能后续他可能这个我们说的含金量跟他它的影响力就会爆发。好，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哦。那我觉得其实医疗生技它在长远跟 AI 做结合哦，它必须要面临到一些挑战。好，那这个挑战可能不是短期间可以突破的。那这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好，那第一个挑战是这些中小型的药厂，它其实随时都在烧钱嘛，因为研发成本很高。那所以说，当金融市场整个气氛比较不好的时候，他们可能找不到募资者。好，那当然股价也会波动，那这都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他们后续研发投入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延续性。那这个是第一个要挑战的部分哦。那第二个要挑战的部分就是医疗生技跟人命息息相关，所以就牵扯到了一些政策监管。好，那我们发现到就是有一些的目前的一些医疗政策，它可能是暂时性的，它不一定是永久会这样子去做。好，例如说像在疫情期间美国有开放部分的这个所谓的 AI 视讯的一些问诊，当时取消了这个医生可以跨州执行医疗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规范，但是它会延续多久不知道，这个不知道，所以这有关于这个政府监管政策的部分，这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
好，那第三个就是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医疗数据，好，这些医疗数据它其实是关系到大家的一些隐私。好，那这个政府的配套措施关于这些所谓资料保护法，好，这个保护的透不透彻，病患愿不愿意分享他们这些临床自己本身的一些数据，好，那甚至是像是美国跟欧洲都有做一些立法，对，好，那这个东西也是必须要去突破的一个点。那最后就是一些传统的一些医疗行为的模式大家要去突破，例如说病人我相不相信 AI 他做出来的判断，那医生很多人他叱咤风云的医坛几十年，大家都觉得他是可能就是神医，神医可能排队都要排到下午那个门诊时间，那他愿不愿意去放手让 AI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医疗行为的诊断。好，那这其实是一个就是对传统医疗行为的一个挑战，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去花时间去突破，那大家也要去开始用比较新的思维去接受。所以我必须跟大家讲，就是 AI 跟医疗生技结合这一块啊，相对来讲它未来如果有突破的话它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但是它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困难是大家必须要去花时间去挑战的。所以难怪 Tony 说这是一个很长期投资的议题，这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议题。 对， 对，所以这也是很重要。这个就像一开始我就说，其实医疗生技生技医疗它真的是一个高门槛，因为我们以为它只是因为投资而已，事实上您跟我们提到那个有关于政策监管这件事情，这个也是，还有这医生本身自己愿不愿意放弃， 对， 对不对？放弃他原来这个传统他在看诊的一些习惯。嗯，那我们虽然大家都会说啊 AI 以后就会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 Tony 跟大家提醒哦，就是其实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有新的科技进来我们所认识原来的产业里面它都会有影响，可是它的影响都还是会被牵扯，就是他一定会把它拉回来一点，是避免它跑太快，是，对不 对， 对，就是以后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全世界可能某一种药 dominate 所有人的生命，那也是很恐怖，是，对不 对， 对，就是吃了一颗药大家都为了那个药在那边追逐，对，再多的钱都买不到这种感觉。哦，所以谢谢 Tony 哦。所以这是跟大家整理一下这很短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医疗生技为什么我们要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跟大家聊这么艰深的知识，因为我们一直认为说金融市场不是一个简单追求简单就好，我们应该看更长远，它的影响力是影响到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大家可以集资，然后真的好好的去看我们在医疗生技上面的一些不同的个股，然后我们也从产业去认识。今天 Tony 跟大家解释他的产业面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那我们也可以因为这样认识我们整个医疗生技类股，然后他可能表现出来的股价跟他的股性，这也是一个很特色的。 是好，那我们谢谢 Tony。 那我们看到 Tony 今天就是瑞银投信投资研究部主管陈硕存 Tony 跟大家花时间了解医疗生技产业。那市场观测站的听众朋友，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下周继续听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产业分析。大家拜拜咯，拜。